Hello， 周 Sir， 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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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好 ，Maria， 曾生你好，我个名叫 Rainbow 周文兴，咁我 number 系2301。点解我要参加中年好声音？因为其实我细个好中意呢个比赛，参加比赛，中学嗰阵时，咁跟住就去咗外国读书啦，咁啊翻到嚟香港已经超龄啊，好多时即系参加比赛。我最上一次参加比赛系上一个世纪，咁所以咧，我想即系拾回翻我个初心，睇下自己可以行到几远啦，同埋系可以识到一啲叫做知音嘅朋友咯。同埋 Rainbow， 我系识噶。因為我哋響多好多嘅會所啊，好多嘅即係共同會啊，成一啲咧，成日去唱歌啊，嗰啲慈善啊，成 join 曬成嗰啲咧，你會見到佢同隊 band 一齊唱嘅。佢同阿 Chris Blanco 啊黑仔佢哋咧，又成日唱啊成啊。咁仲有一樣嘢咧，大家唔知嘅，因為我識佢嘅，佢同我妹妹一隊 band 嘅。咁啊，佢就係阿郭蘭小姐，嗱我偶像嚟嘅，佢孫心抱。咁我諗係有一啲淵源，唔使咁實知嘅，查到嘅呢班人，冇秘密㗎香港。同埋咧，郭蘭小姐唱嘅歌咧係好突出好勝嘅。我諗你點都有多少俾佢感染到，會唔會咧？感染到隻耳仔感染到咯，未必把聲感染到咯。哦，唔係，即係你個家族裏邊有咧，你點都會有一啲嘅點講啊嘅影響嘅。我個妹又係好中意唱歌嘅，但我唔俾佢嚟參加，因為佢嚟參加我冇得撈啊！我話佢嚟參加我就唔做啦，唔得噶嘛，大佬！你啲老婆仔女有冇啊？因為啲老婆即係以前嗰啲啊，咁佢有三個啊嘛，大佬。咁你啲老婆仔女有冇嚟參加？兩個啫，兩個咋？未有第三個，唔知幾時出現？係咯，好啦，我好奇啦，咁啊，今日你揀咩歌啊？你怎麼捨得我難過 ？OK， 好，將時間交俾你啦。好聽，好聽。好想再见你一面，秋天的风一阵阵的吹过，想起了去年的这个时候，你的心到底在想些什么？为什么留下这个结局让我承受？最爱你的人是我，你怎么舍得我难过？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，你就不由于说的走。最爱你的人是我，你怎么舍得我难过？为你付出了这么多，你却没有感动过。是一天又一天，
孤单的我还是没有改变，美丽的梦何时才能出现，亲爱的你好想再见你一面。秋天的风一阵阵的吹过。阿 Rainbow 咧，我就好少聽佢唱中文歌，佢唱英文歌就好多。嗰陣時夾 band 嚇你哋，係啊，因為你嘅國語咧其實唔係最標準嘅嚇，可能普通一般香港人未必聽得出，但係有啲字係嗰個發音係爭少少，譬如 J 你會追啊嗰啲咧嚇，有少少呢啲啦。如果做翻靚啲，會再聽得舒服啲。點解唔用英文歌參加咧？你最強項㗎？因為好多時寫。田都話中文歌，所以我就想試一下。哦，唔係啊，阿 Venus 都係唱英文歌啫嘛。哦，係啊，唔係啊，咁你參加比賽你就一定要國語、英文、廣東歌都要。嗰啲佢啲音色係幾靚嘅，音色靚同佢個 feeling 係好嘅。唔係佢基本唱功肯定有㗎。係啊，而家只係你問我呢一首你怎麼捨得我難過？我覺得唔係你最擅長的。冇錯。你唔應該揀呢啲歌。但係我係想啊，繼續聽究竟啊，你亞洲小姐嚟緊嘅日子啦。究竟點發揮你的特色咯？係啊，最好你參加比賽的時候咧，如果你有機會叫埋你替奶奶入嚟，因為我真係好中意佢噶，我真係好中意。佢會睇啊，佢係啊，我好中意郭蘭姐姐，真係好中意。哇，大佬佢個萬波女郎啊，佢個卡文真係冇得頂。好多謝你參加。Thank you.